Moin Moin, Moshe Sefanke. 今天我跟你们一起去 Sonderburg， 还有 Dübeler Schanzen 的战场。哦，睡觉的地方可以。不要，我们现在在 Sonderburg 的港口，这边有很好看的船，还有几家不错的饭店可以吃饭。比较胖的 color， 我们今天吃的是鲫鱼片，然后有芦笋、三文鱼、鱼卵，然后还有大虾，然后都是在黑面包上。我出去了，不是吧？Yeah, bring them in. 非常好。Is that the ice party you mind? Yeah. Oh, this is a stracciatella. Yeah. And citron. Yeah. 我听说这个冰激凌很有名，所以我需要尝一下。很好，冰激凌店就在港口旁边。这里也可以吃那个鲫鱼片。还有哈酒，在丹麦很多房子有这样的很有意思的颜色。胖胖的卡勒回来了。那边有波罗的海，我们现在在 Sonderburg 的教堂，然后这里都有德语。身为以前住在 Sonderburg 的人，大多是德国人。这里有一站的纪念碑，在教堂前面。那时候 Sonderburg 还是一个德国城市。现在我们到了 Dübeler Schanzen， 这就是1864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跟丹麦的战争。那个战争就是德国19世纪的统一德国的战争之一。在我后面的风车，军人也进行了很艰苦的战斗。对丹麦人来说，这个1920年就是一个统一丹麦的节日，可以说。但是在 Schleswig 和 Holstein 两个部分，一般有一个说法叫 Ob ewig und gedeelt。现在 Schleswig 北部在丹麦，然后 Schleswig 南部在德国。一个好的哦，照相机，哇 ，amputationssäge， 可以切下胳膊或者腿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可怕。啊，richtige kleine Festung waren das, ne？这个是丹麦的第四个山子，也有两个墓碑。这是一个以前的丹麦的山子的一个模型，在这边他们有大炮，然后以前真的从那边有普鲁士人攻击，现在好像没有普鲁士人过来，只有牛。还可以烤香肠。Ein Ofen, vielleicht ein Raketenofen. So ungefähr. 这边有一个 Market Tender， 可以买东西，比如说茶、咖啡，然后鞋子、盐、胡椒，还有当然鲫鱼片。Das ist wieder die Scholle. 香肠。Ich glaube, die benutzen das hier alles noch exemplarisch.Weil es ist alles noch warm. Blasebalg. Oh, Gender. Oh. Ah, Buja. Telegraph. Ah. Gejaren, CIA, Fonsin. Oh. Schwejjade, die Fonsin. Wasche.
有干草，看起来很舒服。这个呢是军官的，哦，这个看起来好得多。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欢迎你们关注、转发或者评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Tschüss。